相信大家对周一围这个名字不陌生。前段时间周一围凭借演员的诞生中的精彩表现令人眼前一亮，章子怡更是对他欣赏有加，甚至签下他作为旗下艺人。最近的我不是药神中出演警官这一角色更是收获了不少观众的喜爱，而他和朱丹的感情生活也受到了网友们的关注。自朱丹周一围公开恋情以来，二人行事一直很低调，对感情只是一直避而不谈。今日朱丹在微博晒出与周一围脸贴脸的合照，祝自己生日快乐，途中两人颇有夫妻相，果然相处久了连鱼尾纹都是一样一样的。然而看周一围的微博却从来没有关于朱丹的任何信息，最新的一则微博还是关于演员的诞生这节目的，丝毫未提朱丹的生日，也不对朱丹的发文点赞或评论。周一围和朱丹是因为爱情走到一起了，现在又有了自己的孩子，其实他们很幸福。周一围从来不提妻子朱丹，是因为他是一个特别保护个人隐私的人。周一围仅表示，我个人的事情我不喜欢跟别人说，我总觉得别人太关心会成为负担。比如说生病了，很多朋友会问怎么了，难不难受，头几个人问会使关心，后面的人就会成了负担，往往给当事人带来不必要压力。照顾别人会伤害自己，不照顾别人又会伤害别人。